在找借口，为自己打小找理由，时间在悄悄地溜走，我的手想牵着你走、如何才能从你的心里找到属于我的笔记，想要不停环绕，加速我的心跳，柔弱的风响着的钟，时刻在提醒我，记得梦里的身影还在继续寻找、和你类似的纯情 Baby my girl、和你互相眷恋。 Please don't leave me alone, grab my heart, 在不经意间被偷走，不要让我对你琢磨不透，不同情形下爱像丘比特，会射中你和我、我视而不见，会彼此就这样当个陌生人，不能自已，不愿放弃爱你的每个机会，当我旁敲再次出现你的梦境中，Everything I can't control, 透过思绪找到线索，不知不觉回忆充斥我的脑海中，关系不再普通，我们相互依偎。 Please don't leave me alone, grab my heart, 在不经意间被你偷走，爱不释手等我说挽留。请出我们的选手阿迪力，欢迎你。你好，来请坐。阿迪力现在是毕业了吗？没有，今年大四了。大四了。对。我先说你写的好。谢谢。写到编曲是谁做的？编曲是在网上找的一个伴奏，就是找了一个这个 beat 是这个意思吗？对。之前你说你是来自于音乐世家，此话怎讲呢？音乐世也不算是吧，因为。就是我奶奶，她是也是非常喜欢音乐的一个，在新疆吗？对，然后在我们当地也是也有一点小名气嘛。然后我爸是，他专业是搞石油的，然后在石油上班，然后他就是业余时间就是自己去搞自己热爱的音乐，然后就现在也算是一位。就是当地的一位歌手，是属于也是原创音乐人吗？对，他现在也是原创音乐人啊。对，他老家是新疆哪里？新疆库尔勒的，出梨子的地方。对，我还吃过库尔勒的梨子，好好吃。嗯，然后之后他就2015年就自己出了张专辑之类的。哇，爸爸出了张专辑，爸爸出专辑，什么风格？什么风格？是算流行吧。那我好期待你跟你爸，然后一起合作，就把这个风格和你的风格结合在一起。说不定会很美。好，我们期待一下阿迪力能否获得三位评委老师手中的心意卡呢？3、2、1。哦，陈老师啊，很心仪我们的选手是吗？对，因为其实听他这首创作，我觉得把你们家乡的或者你在四川的所学所看到的一些东西，都能够融入到你的作品里面，找到你合适的风格，这样，或者是以后你跟你父亲。还出个父子组合也没准儿。对，我其实超级觉得应该是你父亲跟你在一起，可以试一下。啊，加油！祝贺！恭喜！恭喜！获得来自咪咕音乐的心意卡。